杨梅总对我这么冷漠，整整他。杨梅啊，工作辛苦了，喝个饮料吧。你别笑，味道怎么怪怪的？这可是新口味啊，你再品品。管管、哦，来了来了。小米去哪了？半天没见了。叮叮叮，完了完了，不会喝出问题了吧？杨米啊，杨米杨米啊！完了完了，杨米啊，你还认识我是谁不？老公。哎呦我的！公共场合你可别乱叫啊！老公。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！别跑！王冠，你家有？有，我家什么都有，喝的、吃的、公仔、雨伞，要吧？哎呀，我不要。哦，板凳，板凳要吧？还有拳击手套、耳机，耳机要吗？还有车，闺蜜的。我不要车啊。啊。哦，女朋友，过年租个女朋友回家，单身球带走。单身球带走？什么呀？我就想要纸。哦，纸啊？你要 A4 纸、卫生纸、砂纸，还是 R 纸、裤纸？我都有，我给你拿去啊。哎，别！我操，太恐怖了。杨幂啊，我在你们店是顾客，顾客上帝，你知道吗？嗯，知道啊。那既然我是上帝，上帝说什么你都要做，对不对？嗯。你帮我带壶水来，就那杯。这才对嘛，你要让上帝开心，不然我告你老板去。你看后面那个凳子给我拿过来，我要坐那个、你不是坐着呢吗？我坐这个不舒服，我要坐那个小板凳配着这个水，那才是上帝。你给我坐椅子。坐椅子。好，我坐我坐我坐。管管，你一个月工资多少？3000啊。那你跟我干吧，包底3万。什么工作啊？照顾我吃喝拉撒，工资全归你管。哦，那要是我们三个一起呢？杨梅，嫁给我吧。不要，我还小呢。还小啊？那你呢？娶你行吗？不行，我不准。你不是还小吗？那可以先订婚吗？好冷啊！哎，王管，空调开大点，太冷了。冷啊，很热哎。那我就冷的都没法操作了，手都冻僵了。算了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别走嘛！还冷吗？这只手有点冷。哎呀，这个网吧服务可太到位了。这破网吧，再来我是狗。跟他结束，他与他在一起。你的饮料。你小心，一吻便颠倒众生。味儿！哎呦我的妈！听说网吧来了三个女网管，去吓他们。嘿！混蛋！哎呦，可爱可爱。啊！啊！啊！哇，妈妈，我恋爱了。大哥，饶命！哎，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找个女朋友。笑什么笑？起开！耽误我上网。哎呦我的妈！来网吧上网的第一天，网管充10块。好。来网吧上网的第一个星期，嗨美女，嗯，大哥你来啦。来网吧上网的第一个月，姚米，老公你来啦。这人玩亚索出帽子啊，托儿所。我们这是山野火，你不能这样出装备，我教你啊。看哦，出这个装备，这个便当，
不能输，不能输。哎呦我的妈！网管，网管，我的新马怎么加不动血啊？教我，教教我！